为了提高主体用火灾警报器的装卸率，鹿港消防分队三号早起特别前往鹿港海埔里的里民集会所办理下乡的服务，向民众说明火灾警报器的好处以及使用的方法，鼓励民众现场免费申请。这间也是有烟的话，这间在叫对无？啊，搁你也是讲房间有烟，结果房间无装，啊，你等得较晚知影，可能较危险。消防队员是向大家说明要安怎装饰，甲装饰上好的位。为了提高民众对主体用火灾警报器的装饰率，消防分队特别办理这下乡的服务，希望家家户户拢上少会当装一粒主体用火灾警报器，协助预防火灾发生。这个装置警戒的好处就是哦，它如果说有发生火警的时候，可以提早通知啦，哈，啊，可以减少大家的损失。如果说哈，有的就是会觉得说，哎，会修容损失很大。其实说实话，如果是刚冒烟的话，其实损失可能拿几个点，或者是可能只是小小的地方而已，可能不需要用到我们消防人员，可能要花好几个小时去打。你可能你只要一两分钟就可以把火势熄灭了，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消防队啊，进行下乡的活动啊，哈。啊，这是为了增加大家的装设率。李长是真感谢消防队的大心，对民众保护家己的性命财产安全有真大的帮助。今天呢，真感谢这个消防局啊，送这个警报器啊，来哦，咱的迄、那个咱鹿港镇的这个阮本里的这个海埔里的这个跩里民啊，非常感谢安尼啊，啊嘛，消防局嘛真正用心，有顾到跩百姓的这个跩安全。消防队表示，除了海埔里以外，后续会继续在各里办理这下乡申请的服务，欢迎乡亲踊跃来申请。新中华新闻蔡良清鹿港采访报道。